点亮，闪闪发亮。小草莓，火龙果。蝴蝶，小鹿，大蜘蛛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四，三加三。哎，甜甜仙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正在练习我的新魔法。哦，我也想学，可以教我吗？最简单的就好。嗯，可是点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办法教你，因为只有仙子世界的人才能使用魔法，你是不行的，因为你没有魔法。啊，拜托嘛，教我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。教我把蛋糕变大，糖果变多，果汁变甜，拜托啦。真的没有办法。你知道魔法的力量有多大吗？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话，会有危险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教你魔法。虽然没有办法教你魔法，但是我可以教你变魔术，你觉得呢？嗯，甜甜仙子要教我魔术，好哎，太棒了！那点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回家拿魔术道具。这根魔法棒，你可以帮我保管好吗？好啊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碰到这根魔法棒。OK， 没问题。甜甜仙子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管它的。甜蜜啦啦，哇！那点点，你要记得，任何人都不能碰这支魔法棒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我先回家拿魔术道具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哼。甜仙子怎么这么久啊？是找不到魔术道具吗？不如趁甜甜仙子还没有回来，我来试试看这只魔法棒到底有多厉害。甜甜仙子平常都在念什么咒语呢？好像是什么甜蜜啦啦的啊！对对对，应该就是甜蜜啦啦。甜甜仙子，你怎么颠倒了？点点，你赶快把我变回来。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你变回来啊。你就用魔法杖啊，然后指着我大声的说，大声的说蹦卡就可以了，快点。蹦卡。怎么没有嘞？怎么没有变回来啊？甜甜仙子怎么办？我还是靠自己好了啦。甜蜜乐乐蹦卡。点点，你怎么没有帮我保管好我的魔法棒？有啊，我保管得很好。我都没有让别人碰这只魔法棒。点点，我刚刚有说任何人都不能碰，当然连你也不能，你怎么能不守信用？因为我实在太好奇这只魔法棒了啦。而且甜甜仙子，你刚刚去拿魔术道具很久所以我才想趁你不在的时候来变变看啊。可是点点，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，如果你做不到，
就不要答应我。你这样就是不守信用，我以后不相信你了。啊，对不起啦，甜甜仙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会当个守信用的人。好啦，甜甜，我们和好，我相信你哦。嘿嘿。